我今天要帮威乳做的是一瓶呢，它可以卸妆，它也可以洗脸，它还可以按摩，它还可以去角质，重点是它还是保养品，一瓶一瓶一瓶搞定所有的一切，无效合一。所以呢，家里呢把这一瓶彻底的弄对的话呢，其实你的脸基本上清洁，你就大概做了100分的。那我还是一样，我们还是要先消毒一下，消毒一下。这个卸妆膏呢，其实在日本呢是畅销第一名的，它从它出现到现在啊，它已经卖了1200万瓶，它有改过版，旧版的是比较高一点点，比较小一点的，那它现在这个是新版的，然后它在日本呢非常非常有名，几乎呢十个用卸妆产品里面的啊，有8个一定用它这一瓶，所以市占率非常高。对，而且卸妆一般台湾比较常见，可能卸妆油、卸妆乳、它是膏啊，膏，卸妆膏，它的质地啊，碰到皮肤马上融化，化掉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来试试看。老师，那一张脸大概是多少？10元硬币，10元硬币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一张脸大概10元硬币。它这个是保湿款，有一点淡淡、很淡很淡的玫瑰味。对，那它其实呢，总共有3款，还有一款呢是葡萄柚的，是可以净化毛孔的。然后还有一款是美白的，是洋甘菊的味道。美白 ，OK。对，那一张脸，大概10元硬币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量。我先大面积的抹，然后等一下再教大家怎么弄。所以抹上去是变成油的意思吗？对，我们不可以自己弄在手上。然后这样撸撸，然后再弄。其实看每个人的习惯呐，但是因为它一碰到皮肤，它会化开。哦，所以我们应该先，如果先这样子点点点点抹在脸上，均匀，然后再。那我问题是，它连眼睛都可以卸吗？都可以。你看，比如说你在手上的时候啊，我一抹它就变这样子。哦，好像油的样子。所以如果你10元硬币都在手上，赶快趁这个时候，趁修，因为温度没有，它只要有一点点碰到皮肤呢，它就会开始融化。哇，对，然后你可以眼睛闭起来，嘴巴也闭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。然后它还可以让你的毛孔非常干净，它里面呢有一个毛孔洁净微胶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把一些呢清洁成分，还有美容成分包裹在这个微胶囊里面，所以当你呢碰触到皮肤的时候，微胶囊就会释放出来，清洁成分把脏污跟彩妆包裹起来，所以等一下冲水的时候它就带走，保养成分留在肌肤里面，所以它很聪明。对啊，你在按摩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同步在做一些呢保养。我不太敢在卸妆的时候按摩按太久，但这个可以，因为它里面的保养成分非常多。明白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眼睛还是不要张开哦。我在家里就直接可以去。对，可以冲水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冲水，所以我就直接用湿纸巾。哇，好快哦！哦，对，效果很好。哎，我觉得很彻底耶。还是不要张开哦。然后我先弄一下，我们先走。不要这样子。擦第二次。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像我以前卸妆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卸一次不够干净。那像这一罐的话，是一次就可以了。一次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再洗脸了。哦，几乎就是干干净净的。对啊，就没有了。真的，所以对啊，真的卸得很干净。对啊，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比如说呢，你想要皮肤再亮一点点的，你就可以选它这个美白的，美白的就有洋甘菊味道的。然后另外这个毛孔净化款呢，就很适合比较偏油肌啊，毛孔比较大，可能会堵住啊，它就可以用这个呢葡萄柚味道。明白了，对啊，谢谢。虽然现在不方便常出门，但是清洁保养还是很重要的。一罐就能解决卸妆保养，还能让肌肤 Q 润 Q 润的。好想赶快入手哦！